今天女朋友让我去她家，要亲自做饭给我吃，吃完饭套路她一下。秋云，可以去洗个澡吗？洗澡？现在吗？对呀，可以吗？等你回去了再洗啊，我想再跟你多待一会儿。洗完澡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响应了呀。干嘛？怎么还脸红啊？我正好做完饭，一身油烟呢，也挺想去洗个澡的，真的。嗯，行啊，那去啊。那我去了啊。嗯。那我去洗澡了。你不许偷看哦。去吧。哎，你干嘛？洗澡啊。不是你让我洗澡的吗？不是你洗澡，拿这个干嘛？洗完澡穿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我让你洗这个澡。你让我洗的是这个人吃的冬澡呀，不是真的让我。嗯，对呀。你就是故意的。不然怎么享用啊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绝对是故意的。我不管，我要吃澡。你去洗，快点。快点。